休息日。之前其实私底下已经练了好几次了这个无人机的飞行了。哇，这完了，我头晕想吐。但是呢，就是我觉得我已经是个天才，我觉得真的是自己是个天才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谁的外卖啊？我。然后呢？就是在那个软件里面，说实话我已经不需要再太多的练习了，我已经是完全是可以掌握这个无人机所有的技巧了。哇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今天刚好到了一个东西，就是装无人机的箱子啊。对了，我还买了这个，它是一个手柄，好像是说可以像，哎，看它。好像是这个手柄呢，可以像那个什么拍飞机一样的那样子去，所以买了这个手柄。就是我平时会有很多这样子的贴纸，所以呢，贴一些贴纸上去。你看这些贴纸其实都是电设计的那个我们会给贴纸，然后我已经用了一些。然后这些贴纸呢，我去想办法就给它贴在上面，看怎么贴好看。这个我拿到这个礼物之后还没有拆开看过。看一下，小卡，看到吗？其实它这里面有很多 V 的这个造型嘛。我说实话，我最喜欢的是这个，这个是我最喜欢。所以呢，啊，要撕破了，要撕破了，它应该不影响吧？正中间这个地方贴个 V， 啊，这被撕破了，刚才有点瑕疵。哦，还有，你看还有这种小猪，这种小猪也特别可爱。Good luck, OK。把它呢也贴在上面，我其实就随便贴了，我觉得就随便贴应该可以贴的，我看啊。啪，这感觉还行。看还有什么 ？Good night。哦，这小猫很可爱，这小猫。上面是写的是 Thank you， 看我的。一二三，再贴个咪好了。一二三。虽然我一直不想承认，但是他一直说我这个是一个什么野猪。我说实话，我这个人的这一方面的审美呢，基本上是零。您自己贴一个大大的熊，这个跟我上次贴在那个无人机上面那个熊是一模一样的熊。反面是这样，正面是这样。会不会太幼稚啊？本来这么帅的一个箱子，突然变成这样。接下来呢就是要装箱啦，看这里面设计的非常好，就每个地方都用装每个地方的东西。OK， 然后呢拿出我的无人机，这个应该是放什么位置？应该放这儿。腕表、电池，这应该是多余的电池，可以放这儿。感觉新积木的感觉。然后就是遥控器。遥控器要放哪？这儿吗？应该是对的哈。哦，有点那种感觉了，完美的塞进去。眼镜就这样折一下，我给它放在这儿。雷。OK， 眼镜也完美进去了。怎么了，雷？看到好奇的样子，人工滤镜是不是好帅？今天其实天气很好，非常适合出去飞我的。我给它取什么名字来着？我忘了，麦当劳吗？还是肯德基？我忘了。那今天呢，就先这样，最后来做一个封箱仪式。一二三，嘘。你为什么在后面？哇，好重啊！叮当，这个就是我的无人机喽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边了。期待我们下一次一起去外面飞无人机的时候。我不会炸鸡。好，拜拜。